香港企业领袖品牌颁奖礼2019，卓越强积金管理品牌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。汇丰在强积金市场上面是最具规模的服务商之一，为超过100万名客户管理强积金。我们会在产品和服务等多方面继续用心为你们服务。主办新城财经台。